make more time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关注二点医院，我是小二哥。现在的疫情可以说越来越严重了，导致大家都无法出门，相信有不少小伙伴们在家都憋疯了吧。于是大家就想办法找事情做。话说脑洞大开的网友们还真找到了一件事情。那就是裹上床单和被单学习居爬，再配上这魔性的音乐，迅速在网络中霸屏，同时也引起了全国网友的跟风模仿。其实这首魔性的 BGM 来自青木林里青木央，原曲是周慧阳创作的，收录于个人专辑《云南雅恋》中。视频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完整版的这首歌曲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